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574面第四行啊，经文看起。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者何？又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多入海中，视大海水临为增减。诸佛说法，戒一二谛。第一个是真谛，诸佛如来之所亲证，那是诸法实相，我们很难理解。那确实它太深，它太奇妙了，无不可思议，这无法想象。另外一种呢，一宿谛，就是我们的常识这一部分呢，我们就很好懂为什么呢？我们看得到，听得到，接触得到，所以没有怀疑于是现在确实有不少人产生疑惑了。佛所说的我们能理解的就承认它，他讲的太深太玄的，我们说那是迷信那个不能相信那么幸好现在有一些科学家根据他们的研究也证实了你比如说佛法讲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就很难懂，怎么是虚妄？明明在现实近代的量子学家也不过就是30年而已，他们研究发现真的物质现象是假的精神现象也是假的把佛经上讲的这么深的一个道理，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搞清楚了物质现象怎么回事情呢？原来是从意念累积产生的幻象，那不是真的而且意念也不是真的这个问题在大乘佛法里头这讲的阿赖耶就是诸法的缘起，今天讲宇宙的缘起，万物的缘起，佛讲的笼统叫诸法，宇宙也是诸法。这些法从哪里来的？怎么发生的？怎么演变的？到后来归属到哪里去？这都是科学跟哲学里面的大问题一直到今天都没答案世世代代在研究
啊，所以在近代才有科学家发表论文呢，说明物质现象不是真的。啊，物质的基础是精神，精神从哪里来的？他们现在说无中生有。啊，那我们要追问一句：无怎么能生有？这又是个问题。啊，物质现象是知道了，那精神现象变现出来的。那精神现象从哪来的呢？那无中生有这一句话，学佛的人可以接受。可是他不究竟，啊，无怎么会生有？现在这个虚空当中无能生有吗？啊，这个问题在佛法里面讲的，经上说，一念不觉。二有无明，啊，无明这个现象就是阿赖耶，法相宗上讲的阿赖耶，啊，阿赖耶的三细相，第一个就是一念不觉，啊，科学家称为能量。啊，有能量产生信息，有信息产生物质。啊，信息是精神现象。啊，佛法里面讲的见闻觉知，在自性里面称见闻觉知。啊，迷失自性之后呢？见闻觉知就变成受想行识。啊，佛法讲啊，五蕴出现了，色受想行识。受想行识是精神现象，色是物质现象。啊，从受想行识里面产生了物质现象。啊，这一段事情。被现代科学家证明了。啊，那么科学家还没有证明的事情，我们有待证明，等待他证明。啊，但是佛在经上讲，这需要科学，它有极限。就是它有边际，它没有办法突破。为什么原因？因为它没有离开烦恼，就是它们依然是起心动念分别执着，这个东西没放下。啊，这是妄心。啊，就是阿赖耶的行心所，这妄心。阿赖耶的行心所能力最强的，就是第六意识。第六意识，我们今天称作思想。啊，六识的能力，对外可以圆到虚空法界，对内。可以圆到阿赖耶，这就是圆不到自性啊，因为它是妄心，妄心只能够圆妄境，圆不到真啊，真就是真如本性。阿赖耶从哪来的？是自性变现的，自性是真。阿赖耶是虚妄的，现在圆不到自性。啊，怎么样才能见性？那菩萨厉害呀，
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了。见性是见到真的，就是宇宙的根源。宇宙从哪里？从自性变现出来的。怎么变现的？就是一念不觉。为什么会有一念不觉？没有理由。一念不觉没有理由，为什么？有理由它是真的，没有理由说明说这一念不觉是假的，不是真的，所以叫无始无明。无始什么？它没有开始。如果你有始有终，那又是真的了。它没有开始。现在这个没有开始，我们能理解了。从菩萨出胎经，住胎经，佛问弥勒菩萨，心有所念，即念即相即实，从这个问答里头。我们知道佛说无始无明的意思了，因为他速度太快了。你说他开始，他已经没有了，已经灭了。你说他灭了，他又生了。几乎是生灭同时，生灭同时就是没有生。所以这个境界里头没有过去，没有现在，没有未来。这个境界里头没有时间，没有空间。没有空间就没有距离，在哪里呢？就在当下。非过去，非未来，就在当下。而当下不可得。说当下，当下已经成过去了，这是事实真相，这你不能执着，一执着一分别就错了，不分别不执着你就见到了，那就这么回事情。那科学家不肯放下分别执着，他永远见不到，他要放下起心动念分别执着，他就成佛了。对，他见性了。我们也可以说，科学家已经到见性的边缘上，就是差这一点，没法突破。这才完全明了啊！佛这桩事情在《大乘经》上常常说，真是慈悲造了基础啊！我们没听懂啊，没有体会到啊。凡夫跟佛差别在哪里？是一念之间的。一念放下了，凡夫就成佛了。放不下了，这搞六道凡夫。没有能力同时放下。佛告诉我们，慢慢来，一点点地放。分作三个阶段的放，这是方便法。先把见思烦恼放下，就是说，我们对于世间、世出世间一切法，包括佛法，别执着了。执着这个念头放下了，不执着了。不执着要从身见开始放下。不执着这个身生活。不执着边见，边见是对立。
今天所讲的相对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这个放下，没有相对的，一体哪来的相对的？啊，放下成见，啊，不要以为我什么都是的，没有对跟错，啊，这是统统放下，要从这开始。然后再把贪嗔痴慢疑的根拔掉，啊，全没有了，这个人就证阿罗汉了。这东西放下之后得到什么呢？得到清净心。我们经体上清净心得到了，啊，证阿罗汉了，他是正觉，啊，他的知见没有错误，啊，刚刚得到，再往上提升，放下尘沙烦恼，啊，尘沙烦恼是分别，也就是对一切事别分别了。完全平等，没有高下。为什么完全平等？所有一切法到最后都归零。啊，没有归零的时候不平等，归零就平等了。不是回归自性，自性里头没有物质现象，没有精神现象，也没有自然现象。啊，真平等啊，平等就觉悟了，就大觉了，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了。平等是菩萨，大觉就成佛了。啊，经体上清净是阿罗汉，平等是菩萨，觉是佛。所以经体上有三宝啊。啊，清净是僧宝啊，平等是法宝啊，佛就是佛宝，就三宝。啊，那么这个是修福，分成三个阶段。啊，你开始一样一样的放，啊，一定要写得干干净净。才能其如境界，这是真的，这个不是假的。除这个之外，真的凡所有相都是虚妄，都不可以执着，啊，都别分别，啊，到最后境界是不起心不动念，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是智照。啊，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是大定，是自性本定。啊，到这个时候就是佛经上所说的即而常照，照而常即，即照同时。啊，照是什么意思呢？没有一样你不明了。啊，不但现前明了，你明了过去未来，啊，变法界虚空界全明了啊，没有一样不明了啊，啊，自性本具的智慧德能神通全部现前，啊，你一点障碍都没有了。啊，这个是学佛终极的目标，这个境界叫大般涅槃。啊，这个境界叫妙觉。啊，这完全是诸佛如来亲证的境界。啊，他告诉我们，一切众生个个都有。
不是只有他有。那你为什么没证得呢？因为你有妄想分别执着。你能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跟他一样啊？所以他明白了，真的看到了，一切众生本来是佛。这个众生不但是人，包括畜生，包括恶鬼地狱，包括树木花草山河大地，包括虚空法界。这是一门伟大的学问，真是智慧。一切无量，不单单是寿命啊，寿命在德里头是第一个德啊，所以佛常常用这个来代表无量寿、无量光啊，光是智慧的照见。啊，你的明了，毫无错误。啊，叫正知正见。啊，你没有看错。啊，我们佛法修学，就是希望契入这个境界。啊，回归自信呐。那么这个地方。佛在此地举的这个例子是以俗地说的，真地是不增不减啊，俗地是有增有减啊，所以经上讲彼佛国中就是极乐世界，常如一法，它没有改变啊，不为增多，十方世界的众生，有菩萨，有声闻缘觉，有天人，还有六道众生。啊，每一天往生极乐世界的人数有多少？数不尽呐。那我们要想到这。这一年360天，穷年累劫，极乐世界人口不是爆炸了，那还得了啊？啊，再大的星球，它总有个容量是。啊，所以佛在此地举个比喻，好像大海。啊，大海，陆地上所有的水都流到大海，大海没有，好像增长，没有增长。啊，其实有没有增长呢？有。但是海水被蒸发的时候你没看到啊，太阳照的海水，海水上升变成云彩，它在循环，它有增有减啊，这是一个自然现象啊。那么现在有点麻烦了，南北极融化了，高山这个积雪融化了，科学家估计全部融化之后海水要上涨大概是60-70米，那就很高了，60-70米现在沿海的都市通通被淹掉了，那
那不是海水涨了？犹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心都入海中，视大海水临危增竭呢？这又真有增啊！海水上升了。为什么？太阳蒸发的是水少，冰雪融化的时候，这个量太大，它就不平衡了。这是个物理现象啊。我们看练老的注解，就是或疑，有人怀疑。设方甚凡小乘初果以上都是圣人一直到菩萨凡是六道凡夫，心归极乐设方世界，注意那个设方通通都到极乐世界去。说彼一刹土，您能光荣那这一个世界，它能容得下吗？初学佛的人听到极乐世界这种情形，一定会有这个疑问我们初学的时候也有这个疑问，去问问老和尚都没讲清楚我们有疑不能解决也不敢再问老和尚。可是如果不能解答这个疑问呢，对自己开悟，对将来往生都产生麻烦。往生产悟什么麻烦呢？往生障碍你不能得这个九品的地位。你到哪里去了？极乐世界还有个遗尘，遍地遗尘，你到那里去了？那么由此可知啊，断疑生性啊，这不能忽视啊。这一定也不能搞清楚啊。实在讲呢，极乐世界也像大海一样，每一天去的人多，每一天在那里毕业成佛的人也多，就好像学校一样。大家都上这个学校报名上这个学校，这个学校年龄有毕业的，毕业就离开了我们得明白这个道理。在极乐世界成佛快没有一个不成佛，这是经常讲得很清楚。那成佛他就不在极乐世界了在极乐世界其实是学学校，是去念书的毕业他就离开了，离开到哪里去了？他到设方哪个世界有缘，就到那个世界做佛去了。那也不是一定做佛，但是全部都是佛，不能说他不是佛，因为他到任何一个世界，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像观音菩萨三十二应，这个地方喜欢观音菩萨，他就以观音菩萨出现。喜欢圣贤，他用圣贤身出现；喜欢帝王，他就帝王身出现，全都是佛的化身。那是真正的去度有缘众生了。在极乐世界求学的时代，那是得阿弥陀佛威神加持，与众生也能感应道交他没毕业。他示现完的时候，他还回去。毕业的时候，示现之后，回去不回去都没关系了。
那他都得自在了，全凭感应呐！啊，多半回到常寂光去了，妙觉位回到常寂光啊，回到常寂光，现代的科学哲学对他一点办法都没有啊！科学哲学研究要有对象，对象目的没有了，他没法子研究。啊，常寂光就是发心，就是自信。自信不是物质，不是精神，也不是自然现象。啊，三种现象都没有，所以他没办法，他不知道了。啊，所以研究宏观宇宙的报告。啊，他说，现在最精密的仪器，只能看到全宇宙10%，那还有90%的宇宙呢，就不见了。啊，他说这个话，我们懂啊。那90%宇宙到哪去了？回常寂光去了。啊，就是回归自信，你探测不到了。啊，其实自信，它没有任何现象，不能说它无。为什么？它遇到语言能现现象，它能现，整个宇宙它所现的。啊，就像慧能大师所说的：“何其自信，能生万法。”哎，它能生万法。啊，能现这三种现象，三种现象确实没有它能现。所以这是我们不可以不知道的。啊，下面解答的是，是亦不然。该极乐国土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我们换一个，另外换一个比喻，比较好懂。这个比喻也是世尊自己说的。啊，修行真正苦了，正到佛苦了。转阿赖耶为大圆镜智，这个比喻好啊。那镜子，镜子是有没有再多，镜子没有增大了，它都照见了。啊，少也是再多也照见。镜子有没有扩大了？没有。又何况泥陀的暴徒从哪来的？不是业力呀！啊，诸位同学要晓得，我们这个暴徒是业力啊！业力随着我们念头的善恶、行为的善恶，它起变化。啊，我们的念头善，行为善叫善业。啊，善业所感，这个山河大地坚固，不会出问题啊。啊，地面上树木花草啊，茂盛呐，说五谷丰登呐。人民安乐，
极乐世界不是的，极乐世界是法性土，法性土就没有大小了。其实要从理上讲，我们这个世界也是法性土，不，法性土里面住的一群呢，造业的众生。极乐世界人不造业了，不但善恶业不造了，染净业也不造了。这不造业是纯净的法性土，法性没大小。你看佛在经上说了，一粒微尘里都有世界，那个世界的时候里头又有微尘，微尘里头又有世界，微尘没放大，世界没缩小。竟然是一如像一样的，这个没法子解释。谁能够入微尘的世界？这个经上我们前面读过，普贤菩萨。普贤菩萨何以能入呢？他不起心不动念就能入，起心动念就入不了，就入不进去。不起心不动念就难入。我们知道初地菩这个初住菩萨就不起心不动念了，这华严经原教。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他能不能入呢？恐怕不能。什么原因呢？无始无明习气太浓了。所以佛说的就有道理了。八地菩萨以上就能入。八地菩萨无始无明的习气淘汰的差不多了，还剩一点点。那一点点大概不碍事了。他能入。八地叫不动地呀。七地菩萨还不行啊！这就是说，在西方极乐世界，十报庄严土里面自然有41个阶级。你在这里修行，时间多久呢？3个27劫。设在3个阿僧祇劫是对普通人讲的，因为无始无明习气没法子断。只有让它自然消除，那这一不能用力了，你想断它就错了，你这不打妄想了。那就更严重了，所以一切随其自然，时间久了自然就没有了。十报土里头人绝对没有起心动念，当然没有分别执着。在这个境界里头，要经历这么长的时间，习气自然没有了。那么极乐世界可能会快一些。为什么？十报土里面也有感应，十报土里面的菩萨有感，
常寂光里面的如来有因。妙觉果位应身也不一定是等觉菩萨。因为这个里面呢有41个阶级的菩萨，我们有理由相信这41个阶级如来自然应现。自然帮助他们淘汰习气，这个里头讲经，我们相信不是用语言。一般讲起来放光啊，他不需要用语言的。他以光明做佛事啊。本经里面讲如弥陀如来放光啊，12种啊，所以叫12光如来啊。那不是那个境界，我们见到光只感到很稀奇，不晓得什么意思。他们知道，他们也不起心不动念。肯定能帮助这些菩萨快速把习气断掉。要不然十方世界这些化身菩萨为什么都到极乐世界去？如果极乐世界不能帮助他把无始无明早一点断掉的话，他在任何地方都一样，用不着到极乐世界。这是我们来推理想象的，应该是这样的。所以阿弥陀佛，我们相信阿弥陀佛早已经证得常寂光了。他现身说法是在方便土，是在同居土。因为这个里头人并没有真的见性，他受到化身菩萨的待遇，那是阿弥陀佛给他的，弥陀的福报赐给他的，这属于恩德了。每一天讲经说法，让他慢慢开悟明白了，把起心动念放下，他就是真的阿惟越致了，不是阿弥陀佛加持的。他自己真得到了。所以我们在大乘教里面学了这么多，对于这个常如业法不为增多，或者我们说不为增减，我们能相信，我们不怀疑了。佛云一法，实在讲一切法荣辱不见增减，这个义理很深，一般人确实不能明了。我们也常常提到一句话，确实不太好懂。我们怎样把我们身体物质这个部分融入宇宙的物质，
我们精神这一部分，融入自信里面的见闻觉知，这就是法身了。啊，跟自信本具见闻觉知是一体，物质现象跟变法界、虚空界所有物质现象融成一体。这个境界的法身菩萨，啊，入这个境界真得大自在呀、啊！华严《还原观》里面讲的三种周边，你就真得了。啊，三种周边，第一个周边法界。啊，第二个畜生无尽，啊，畜生无尽可以说是，我们用这句，换一句话说，影响无尽。啊，第三个含容空有，跟整个宇宙、整个法界融合成一体。啊，心包太虚，两周杀界。啊，小我跟大我合而为一了，有没有这个现象？应该有。为什么？大宇宙跟微尘融合，不就是意思？啊，微尘里头有世界，世界里头有微尘，这不是融合一体吗？啊，你要问怎么个融法？常作如是观，自然就融入了。啊，我们众生从来没这种想法。不能融入啊。如果常有这种想法的话，会融入。啊。在这么多年来，我们遇到很多附身，很多附体的。啊，有一个人身上有100多个附体的，他就冤亲债主，那不是跟他融合在一起吗？啊，他眼耳鼻舌身任何部分的时候，都有很多众生。啊，我们肉眼看不见，他怎么来融入的？他天天想你，你是他的冤家，他要来报复你，来整你，他就跟你融为一体。啊，那我们要想啊，我们要跟阿弥陀佛融为一体的，那这天天想他，天天念他，那自然就融为一体了，一个道理嘛。啊，所以要会呀，不会不行啊！啊，那个中峰禅师在《西念佛寺》里面说的这两句话，给我们很大的启示啊。他说：“我心即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此方即净土，净土即此方。”你看看是不是相融相济？啊，我们跟极乐世界融成一体了，这个世界还会有灾难吗？所有灾难的烟消云散了，没有了。啊，我们跟阿弥陀佛融成一体了，还有生死吗？还有轮回吗？全没有了。啊，这两句话给我们很大的启示啊！啊，他自己要不能融入这两句话，说不出来呀、啊。他能说得出来，
可见他已经荣辱了。禅宗的大德。他不是专修净土的。所以佛说一法。遍法界虚空界就这一法。确实，真正融入之后是一法，再没有分别了，再不会起心动念了。这就是妙觉如来的境界，是义理甚深，众生难明啊！不但众生难明，佛经上讲，声闻缘觉全教菩萨。都不懂大乘法里面三贤位的菩萨有解悟没证悟八地以上才证得，那就是八地以上他才融入。那不是解悟，是证悟。说故佛以大海为喻，以名极意。以大海喻极乐世界，注水呢喻十方往生之事。注水入海，大海不增，以喻十方往生极乐之中亦不增也。有彼土大师重返秽土，救度群生，其数也无量啊！但极乐世界也无减少啊！实在是，我们要不随顺众生之见，随顺如来之见。完全是发心这起作用，发心没有正见到极乐世界，这些人我们也有理由相信知恩报恩弥陀给我们的恩德多大，到极乐世界享他的福报得的身体跟他相同一切受用也跟他相同我们讲衣食住行没有一样不相同平等就像一个人投胎到帝王家做了太子，虽然很小，他享受是帝王之福。我们到极乐世界，比帝王超过太多太多了。享阿弥陀佛的福啊！天天听他讲经说法，他布施，他是法布施我们呐，我们开智慧。所以到极乐世界时，得无量福，得无量智慧。究竟圆满的福慧双修是在极乐世界。能把这桩事情认清楚了，肯定的，我相信你会一心一意求生净土。你会把这个世界所有一切通通放下了，不会再放在心上了，你心地干净了真叫一尘不染了
啊，在这个世间，肯定你能够落实普贤行。啊，为什么呢？你会做到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不会把任何事情放在心上，心上只有阿弥陀佛。啊，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这一心求生净土。啊，那么极乐世界上这些人，我刚才讲了，受弥陀这么大的恩，古大德在一个大道场修行，亲近一个善知识，亲近几十年，大彻大悟，他都不肯下山，未常住佛屋，为什么？报善知识的恩德。那善知识圆寂，他才离开。啊，极乐世界肯定有这种人呐！啊，成佛了，不离开极乐世界。啊，报弥陀之恩呐！啊，妨不妨碍？重返秽土救度众生不妨碍，分身去了，化身去了，啊，本身未动啊，应化身去了，那他个个都有这个能力，能化无量无边身，啊，与一切众生感应道交。真的是不增不减呐！啊，所以这法性土跟法性身呐，没有增减的，没有大小的。啊，这个世界是不可思议的世界。啊，古云常如一法，灵有增减，哪里会有增减？啊，永远看不到增减。啊，再多的人在一起，没看到他拥挤，好像都很悠闲自在的样子。啊，于一法中啊，无有增减之意。这个一法就称性，只要称性了。增减就没有了，为什么？相是虚妄的，相是无碍的，啊，《华严经》所讲的离思无碍，幕后讲事事无碍，这才到究竟圆满。啊，极乐世界是事事无碍的境界，境界。啊，在我们这个世界，只有如来的报土是四四五碍。啊，四圣法界是理四五碍。啊，六道里头是处处都是障碍。啊，找不到五碍的地方，通是障碍。但是菩萨啊，化身菩萨，诸佛如来应化在我们这个世界，他也真的是四四无碍啊，所以他能够恒顺啊，这个顺众生顺得那么自然啊，你一点勉强你都没有看到他啊，他真的自在。这就是他确确实实了解到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虚妄跟虚妄没障碍。我们心里有障碍，说都把它当真啊，所以就变成了障碍了。自在以世间数学为理啊，知理为欲。数学有无量大，或者是无限大啊，我们学的时候，那个时候叫无穷大，一个意思啊。以符号为，这是横向两个圈一样啊，这个我们念书时学过啊。那为其数之大了，超于限量，故名无限大。啊，我们以这个符号加在一切有限之数，最后等于都是无量大、无限大。啊，因为这个符号表无量大呢，或正某一个数，那是不是大于它呢？没有，它是无量大、无限大嘛，啊，无穷大嘛，加带再多的数字，或者减再多的数字，它还是一样的，还是个无穷大。啊，这是数学里头一个自然现象。啊，不论是你正是减，啊，它得的数字是同相同的，就是不增不减。啊，它是真的说得好啊，啊，无量大加一个数字，它就比别的更大了，那就不是无量大了。减一个数字，哎，它就变小了，它也不是无量大，所以它不增不减，不管加多少，不管减多少，得的数都是无穷大。啊，故这个符号啊，在数学里头代表常如一法。临可正见啊，那么今极乐者啊，现在极乐世界实在是无限大中的无限大，该超于一切世间之无量大也啊，他真超越了。啊，怎么超越的？不起心，不动念，回归自性了。自性是无量，阿弥陀佛的名号就是无量。啊，那么数学上这个符号可以用在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这个符号啊，我阿翻成中国的意思是无，弥陀是量啊，阿弥陀翻成中国的意思就是无量啊，后面加上这个佛，佛是觉，无量觉，佛也是智慧的意思，无量智慧，无量觉悟啊，换一句话，加什么都是无量。哎，它也是常如一法啊，无量这个字名词是常如一法了啊，没有加减啊，加什么也是阿弥陀，减什么还是阿弥陀。啊，阿弥陀是我们的自信。
不是别的，啊，是我们的真心，是我们的自信。啊，佛经里面说，也是我们的化身，是我们的离体。啊，那么如果要用现在哲学来讲的时候呢，阿弥陀是本体。啊，宇宙万有的本体。又上经文，正贤四思无碍，不可思议。啊，这是讲到基础了。清凉大师讲化言，跟我们讲四种无碍。啊，第一个是理无碍，第二个是事无碍，第三个是理事无碍，最后一个是事事无碍。都讲远了啊，所以极乐世界是化缘世界，一点都不错啊！啊，事事无碍的法界。殊胜微妙境界，该极乐即是化藏，故广狭自在。没有广狭，一多自在。广狭没有了，就是空间没有了。啊，没有空间，才真正是无量啊。啊，一多相即，一即是多，多即是一，一多不二啊！啊，互融互摄，非言思所能及。言语说不出，你思想你也想不到。啊，所以叫言语道断。心行出灭，你怎么说你都说不出来，你怎么想你也想不到啊！你不说不想的境界就现前，就清清楚楚明明了了。这个里头互融互摄，我们要特别注意啊。啊，我们如何能跟极乐世界互融互摄？如何能跟阿弥陀佛互融互摄？啊，然后回过头来，与十法界一切众生互融互摄。法身菩萨确实如此，他跟地狱众生互融互摄。他决定没有分别之处。啊，地狱众生本来是佛，为什么会堕地狱？一念错误啊，一念糊涂啊，啊，不可以轻视他了。他是好人呐，一念糊涂干了坏事啊。啊，其实这个境界。对于造作什么罪业的什么样罪业人堕落在什么地方的时候，你都是平等心看待啊，你对他会尊重，你不会起厌恶啊，也就是说真正做到平常心观一切法啊，平是平等啊，常就是此地讲的常如一法啊，我们自己才会契入。没有荣辱的时候，我们没有契入。
啊，我们说跟佛契入了，跟众生灭契入，假的，没入，没融，一融一切融，一如一切如。啊，跟花草树木融为一体，跟山河大地融为一体，跟虚空法界融为一体，这真的契入了。啊，这个境界里有多自在啊！啊，这真叫得大自在。我们再看后面这一段，这后头一段是戒归弥陀，八方上下，这就十方了。啊，八方是四方四维，加上上下叫十方，佛国无数啊。没有办法计算，太多太多了。佛国无数，就是佛陀无数。啊，一个国土一尊佛。啊，老师在教化。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独胜。这个不容易，这事实啊，都是去给你讲事的。啊，为什么？阿弥陀国无量寿，你只看阿弥陀三个字，无量，寿命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相好无量，什么都是无量。啊，用一个无穷大的符号来代表，啊，它是真的，它不是假的。啊，长久广大，啊，它真的长久。啊，为什么在那里修学的人永远不间断？啊，每一天有新生来，每一天有老学生毕业，像一个学校一样，学校还一年分两次招生，他不是的，他每天招生，可以说是每一个小时都在招生，每一分钟都在招生，每一秒钟都在招生。那毕业的呢，也是每一分钟有毕业的，每一秒钟有毕业的。啊，不可思议的一个学校啊。啊，真是究竟圆满。啊，所以在一切刹土里面，明光明，好是相好，啊，快乐是形容里面老师跟学生在一起学习。为什么快乐？啊，学习的快乐那是成绩优越呀，啊，他才会快乐。啊，每一天听经，天天有悟处，他怎么会不快乐呢？啊，我们这边听经，有人听不下去，听了几趟过，不再来听了，为什么？没听懂。啊，听了没味道。啊，他就不来了。
听得真有味道的时候，他就不走了。阿弥陀佛很会教啊。阿弥陀佛对一切众生的根性清清楚楚、明明了了啊，所以他给你说的都是你爱听的啊。爱听里面呢是帮助你增长智慧，帮助你淘汰烦恼，这个厉害呀！这真正是好老师一流的啊，凡人做不到啊！在这一点上，阿弥陀佛比其他的诸佛好像要高一等啊，名号快乐最为殊胜啊，这太殊胜了。下面说的原因，他这个本事从哪来的啊？本起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致。这把原因说出来了啊。他在做菩萨，菩萨是学生啊，佛是老师啊。这个老师有这样教学的本事，过去他做学生的时候求道所愿，你看那个求道的真诚我们在这书看到的他是国王的身份大国王，听世间自在王讲经说法，他开悟了，他把王位舍弃出家跟世间自在王学习发明法藏比丘头一个就看他那个真诚，所以印祖说沉静入道之门我们现在学习东西很不容易学到，原因上沉浸心不足。如果对佛法有怀疑，对老师有怀疑，你怎么能切入疑是什么呢？把本身破坏了把你的信心破坏了。信心大乘经里头说得好，信为道源功德母这个信心是你成佛入道的根源是你所修学无量无边功德之母母是能生的意思信心能生无量功德，信心能成佛信心要怎么个信法呢？头一个要相信，这佛说的，一切众生本来是佛，要相信我自己本来是佛。我现在迷失了自信，我现在受了很多染污了，变成这个样子。如果不相信自己是佛，阿弥陀佛来教你也没用处，你也不会开悟，而不会成就。在中国过去传统都有教学，学生要不承认本性本善，他就不能成圣成贤。这头一个要相信的这是欧耶大师在《弥陀经要解》里头非常非常强调这桩事情经中讲的是三个条件：信、愿、行。你看《弥陀经要解》续分，他就用信、愿、行
三大苦。正宗分也讲心源性，流通分还讲心源性。啊，这种判舍的方法，古往今来祖师大德都没有这样做过，啊，唯独他的判法不离开心源性。而心讲了六个，第一个讲自己，心自己。啊，第二个信他，他是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啊，你不信自己，你光信他，你成不了。啊，头一个相信自己啊！啊，我们自己生病，你头个相信我的病一定会好，这个病能治得好。你说我不行啊，那肯定就治不好了。信心决定一切啊。你这个东西多重要啊。啊，所以修净土的人头一个就是要相信欧耶大师所说的，要相信自己。啊，我本来是佛，我到极乐世界是做佛去的。啊，我要找一个好老师，阿弥陀佛是好老师。啊，我只要跟着他，他会把我的烦恼习气障碍啊，统统洗刷干净，恢复我本来佛的身份。那这个才是极乐世界的好学生啊！你到极乐世界成佛，时间不会很长。啊，自己不相信自己，什么事情都不能成就啊！啊，我们自己相信自己，阿弥陀佛的愿力才能加得上啊，真正加持得上啊！你自己不相信自己的时候，佛力加不上你啊，因为你有抗拒啊。求道所愿啊，他在这个经上给我们做了典范，做了示范啊。他用什么心去求道？你看他对待老师的行为，这个态度啊，多么真诚，多么恭敬啊！发四十八愿。那个愿非常圆满啊，他想的真周到啊！啊，有愿有行，无戒修行满了他的大愿啊，愿行成就，这个果就是极乐世界。哎，极乐世界是自然成就的。啊，阿弥陀佛没有规划，没有设计，啊，没有什么施工建造，没有啊，啊，智慧、德能之所成就，啊，用这个来供养遍法界、虚空界一切有缘众生。啊，什么叫有缘呢？真相信，真想到极乐世界去，这有缘众生啊，没有一个不接引呐。啊，你是菩萨也好，声闻也好，啊，天人也好，乃至于三途众生，只要你回头是岸，通通接引。
啊，真正慈悲的基础啊，啊，平等心啊，没有一个嫌弃的，这一点我们要知道。我们在道场看这个人不顺眼，那个人不顺眼，你想到极乐世界去就去不了，为什么呢？阿弥陀佛不嫌弃他，你还嫌弃他，你跟阿弥陀佛不是一个心，不是一个愿。阿弥陀佛不回来见你，很重要啊，不能疏忽啊！啊，所以要学阿弥陀佛，平常心对待一切众生，啊，欢欢喜喜，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他做什么不善事情，他有他的果报，与我不相干。那我们只是一味尊重，啊，一味用平等心去接待，啊，真诚平等就对了。啊，如果像现在还有一些成见很深，啊，甚至于还有门户之见。啊，这一些造的这些业从哪来的呢？都从名利上来的。啊，嫉妒障碍名闻利养。啊，这个东西没放下。所以产生许许多多障碍都在造罪业。啊，现前还造罪业，他怎么能往生？啊，这就是这个时代为什么念佛的人多，往生的人少。啊，理由就在此地。那克时而论呢？这些念佛人对于西方极乐世界认识不清楚，啊，对于阿弥陀佛了解的不够透彻。啊，所以许许多多极乐世界不能接受的，他依旧还在干，啊，还认为他很正确，错了。啊，早年张家大师告诉我，学佛这桩事情，智难行易啊，因为智难。所以释迦牟尼佛49年教学，不但教学还得示范，啊，还做出来给我们看，这之难呢，行义啊，放下就是啊。啊，他教我的方法，看破放下，真容易啊。啊，那问题就是你能不能看破？能看破就能放下，不能放下你就得老老实实承认我还没看破，我要看破了怎么会不放下呢？所以用这个来考验自己啊，真放下了你就真看破了啊，还不肯放下没看破啊，没看破怎么办呢？多听经啊，多读经，读经就是听佛开示嘛。啊，常常熏习，啊，所以古人讲的话非常有道理，读书千遍，其义自见。那、啊、你看不破，你把这个书从头到尾念1000遍，看破了。为什么？1000遍下来的时候，心定了，定生慧也。啊，慧生起来的时候。这经里的意思全懂了，啊，这是真理，真道理，啊，杂乱心不行啊，啊，所以现在是学东西，事出世界法最怕的，就是心浮气躁。那么我们看看现在年轻人。哪个不是一无其道？
啊，学校里头又请我到学校去上课，啊，因为我在学校还挂了个荣誉教授，我不去。为什么？学生心浮气躁，那有什么意思呢？啊，我说我倒很乐意跟教授举行座谈会。啊，他们的年岁大概都是40以上，稍微比较好一点。啊，学生难教啊！啊，我看过很多学校，我很留意这个事情啊。啊，现在心能定得下来。能专心的太少太少了啊！真的是1000个人当中难得看到一个啊！不像从前啊，我们年轻小时候念书的时候啊，大概专心的。至少还可以，一个班级里有一半，啊，还有这么一个比例，啊，一半心浮气躁的，一半能够定得下来的，会影响那些同学。啊，所以一般说起来，学生好教。现在学生不好教啊。啊，那么在学校教书，也不是一个很理想的行业，所以还是出家，啊，走这个行业，啊，你们来听课。又不是报名来的，啊，也不是交学费来的，啊，你们是自动欢喜来的，啊，那多少还是有诚意，没有诚意你不来嘛，啊，这不勉强嘛，啊，所以今天真正讲到教学，确实还只有佛门像个样子。啊，同学跟老师还有一点礼貌，哎，是学校没有了。学校的老师在台上讲课，学生躺在椅子上，腿翘在桌子上，你这个我们都真看了，这不是假的，那这常有啊。啊，学校。这校方也不支持，啊，管不了了，没法子管了，啊，他能在这里坐个一个钟点，就算不错了，啊，所以，诸佛刹土里面跟极乐世界一比，极乐世界就太殊胜了，啊，显得无比的殊胜。这是弥陀求道所愿，所愿是就是他所发的48愿，累德就是他5戒修行啊，这样成就的啊，无量寿佛恩德布施8方上下，无有穷极啊，这话是真的，一点都不假。啊，他的财布施、法布施、无为布施，啊，都是无有穷极、无穷无极，啊，甚大无量不可胜也，啊，对象十方世界，没有差别，啊，对待一切众生。造作恶业的众生，只要回头，都是平等待遇。
一点差别都没有。啊，所以这到哪里去找？找不到啊。啊，净宗同学在一起修行，一定要学习。啊，听明白了，听清楚了，记住了。啊，在家庭要做出来。啊，在各个行业里头，把你自己本分做出来。在社会跟大众交际，你也能做出来。爱心变法界，啊，弥陀核心就是慈悲，就是爱，啊，决定没有差等，真诚心，啊，我们讲敬爱一切，啊，关怀一切，照顾一切。为一切众生服务啊！啊，帮助大家破迷开悟啊，帮助大家修学净土啊，皈依弥陀啊，我们得到一些利益，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得到。啊，而绝不是我们读到了不希望别人的啊，别人比我差一点，我比别人高一点。你要晓得，这个念头障碍往生。念佛的人多，往生的人少。啊，什么原因？都是这些念头在作祟，把自己的功德破坏了。啊，把自己跟阿弥陀佛殊胜的缘分当中夹杂障碍，啊，障碍严重就不能往生。啊，所以经不是白读啊，白读没用啊，要明了。要把经典里面所说的道理变成自己的思想，所有的教诲变成我们生活行为，我们身心跟经典融入成一片。啊，跟经典融入就是跟极乐世界融入。啊，与极乐世界依报正报融成一体。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八方上下啊，八方加上下就是十方，十方无数佛国之中，其长久广大，名号快乐，皆与极乐世界不能相比，故云最为独胜呐。长久就是常住。啊，如经云，这本经所说的，建立常然，无衰无变。啊，这是世尊为我们介绍的。啊，极乐世界，所有的建立都是这样。啊，它没有变化。啊，你像我们这个世界。人有生老病死啊，极乐世界没有。我们这个人有病痛，极乐世界也没有啊。树木花草，我们这个世界有春长啊，春生夏长啊，秋天树叶就落了啊，有这些变化，极乐世界没有。极乐世界
没有春夏秋冬。啊，那它有什么气候呢？那通通都是春天，最美好的天气。啊，它也不太冷，也不太热。啊，这么好的世界呀！我们这个世界的时候，南北极是常年冬天，赤道是常年的热天，只有一季呀。啊，地球上的时候，只有这两个地方，这一季，没有四季。啊，那么其他地区都四季分明，极乐世界没有，极乐世界只有一季春天，最好的天气。啊，不冷不热，啊，就无衰无变。山河大地没有听说极乐世界有地震，啊，没有听说极乐世界有水灾，没有。啊，为什么？极乐世界的人，只要去的人，贪嗔痴慢疑都没有了。啊，可以说。凡圣同居土里头有烦恼习气没断嘛，但是它不起作用啊，全部都被控制了，不起作用啊。方便有余土已经断了啊，那是报土就不必说了啊。方便有余土见思烦恼断了。啊，十报土的人无始无明断掉了，所以他们那个地方没有灾难，凡圣同居土都没灾难。经上告诉我们，也是弥陀的本愿啊，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所有一切人相貌是一个相。哎，我们有时候怀疑，一个相不认识了，那我会把人认错。每一个人的相跟阿弥陀佛一样，那到底哪个是佛呢？啊，一点都不会认错。为什么？你神通具足，你有天眼通，你有他心通，你怎么会认错人？啊，那为什么阿弥陀佛发这个愿？这前面四十八愿我们都读过啊。弥陀好心呐、啊，相貌不相同，相貌好的人傲慢，容易起傲慢；相貌差的人是谁起自卑感，这就不平等了。啊，所以弥陀就想到，我这人相貌都一样。啊，这个心你就生不起来，把你这个缘断掉。啊，让极乐世界的人呢，都能够生平等心，啊，清净心，凡是障碍清净平等，统统不要。真不可思议。啊，去建立常染。无衰无变啊，这当你这个成佛，成佛之后，那就真的常然，真的无衰无变了啊。广大像上面讲大海的比喻啊，明清净光明，好相好庄严，快乐者如小本云，无有众苦但受诸乐。啊，极乐世界找苦找不到，那个地方没有苦，没有苦就是乐。
啊，这一点要知道。如受但受诸乐，这个乐不是狂欢啊，要知道世间人这种欢乐都是刺激啊。我给他的比喻是吸毒打吗啡，那个乐啊，那个乐是要付出很大代价的啊，路过去苦就来了啊，更痛苦啊啊，极乐世界无苦就是乐啊，是这个意思。极乐世界所以能最为独胜者，借由彼佛因地中求得大愿，与无量劫积功累德一致于尘。这话说得好啊！啊，阿弥陀佛，遇到世间自在王佛，这个缘多殊胜。这不是普通的缘啊！一个人一生当中遇到佛，那是多长时间修集的福报啊！身份是国王，国王容易做的吗？没有大福报，怎么能做国王啊？啊！我们一般人就常说的。没有实事修复的积功累德了，得不到这个位置啊。从这个地方我们就能晓得啊，做国王听经闻法无量欢喜啊，发心出家，这样的人大概都是再来人啊，凡夫做不到啊！啊，那不是佛菩萨给我们做示现的啊？用这个方法来推想的话，他的修行。那过去就是无量劫了，积功累德啊，他才能有这样成就啊！阿弥陀佛以此无上恩德啊，他的成就没有自己去享受，他的成就啊，普施设方，无有穷尽。越施越多啊，越施越不能穷尽啊，这个事情我们有经验的啊。我们在1999年，我住在新加坡啊，过农历年的时候，聚舍殿3天，初一、初二、初三，免费供斋，啊，欢迎大家来吃饭。啊，我就跟李牧原居士商量，我说我们能不能把这个供斋？每天都做，1年365天，天天供斋。哎，他也一时高兴，好啊，啊，我们来试试看。啊，居士林的供斋就出名了。
每一天来吃饭的人，平均人数是1000人，星期假日3000-4000人，供斋是24小时不中断，晚上什么时候来，都有热的点心吃。居士林花了多少钱呢？没花几个钱，大概就是前几天吧，不到一个月，前面一两个星期，居士林拿钱出来，以后的时候呢，到处有人送米呀、送油啊、送菜呀、送的那么多，你吃不了，每天1000人吃不了啊，吃不了怎么办？那东西不能留，留就坏掉了。所以特别搞个小卡车去送给不同的宗教，新加坡有9个宗教，他们办了孤儿院，这个养老院，慈善机构，我们的这些吃不完的东西都普遍的供养他们，变成他们的补给站了，天天送我们的收入太多了，倒就没花钱了，那些别的宗教来看很羡慕跟李居士讲，你们真有钱呢，钱从哪里来的李居士说，我们有好老板呢，这老板是阿弥陀佛，是我们的老板，我们老板有钱呢。实际上越施越多，这是一桩好事情，佛法戒引大众是先以利欲钩，后令入佛智真的，有很多这个不信宗教的，常常到这吃饭，居士林附近的几乎家里都不要煮饭了，吃饭的时候都到居士林来，那么时间久了不太好意思，就来要求做义工。最后通通都信佛了，能变成就是人的信徒了。越施越多，阿弥陀佛极乐世界就是这样，越施越多。你看讲财布施、法布施、无畏布施，他真干了。范围是遍法界、虚空界、十方诸佛刹土。没有一尊佛是这样做法，有做，但是没有是真认真大规模的做极乐世界干了。所以你不怕死，真的越死越多。越多怎么要越死，可不能留，留了就出麻烦。越多越死，越死越多。施舍不尽弥陀恩德广大深远，言语难明纵身有百口，口有百舌，穷竭说之亦不能尽，故曰不可思议。这个意思还没尽时间到了，明天我们还有一堂。